还是追剧不是这样子的，只要一听到他会错过，然后就是哀嚎。哎，那等一下你可以好好的跟他讲一讲，我一下就我就说这你们的事，是我的事，不然我讲我就剧透啦，不能讲吧？好，那就看说，小卡啊、零食啊、饮料这些都准备好了没？然后如果有需要，就是突然想到说啊，我现在要上厕所，或是太紧张了，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当然的，就是如果都准备好，我们也开始，我只是唱先，万里赶花。没问题，都开好了。OK，好，那我们就二话不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这样子其实它也比较方便的。那我们就开始今日的旅程吧。音乐和音效只要调到舒适的音量，那开始吧。The Golden Way，这条衔接着 Carrot Tour 和 Fairy Room 两大版图，漫长经商道路上的四处充满着代表过往历史刻印，而这些被掩埋在自然中的历史也含有着秘密。当然的，无论是开心的、悲伤的、富有历史性的，都在这条成为快速来往周遭各大地区的贸易商路、荒野道留下的点。你手指缓缓的伸出，掐指，这是 Lockstar 的 Number Five 离开过后好一阵后夜晚。或许是当时的争吵和不快，才让那首 Lockstar 恩惠才能继续待在自己的 Number Five，在最终选择了对方。但他们的离开确实改变了许多以前养成的习惯。虽说过了好一阵子，但一切依旧就跟发生过没多久一样。你虽看着 Sanders 和其他的旅客并没有因此离开，而是直接继续结伴前行。当然，你也知道，如果他们十分武烈都离开了，那这个黄金之路的尾端根本是无法达成。如同让自己的性命或者迷失在这广阔的荒野道路上，但明显的也可以感觉到整个车上的气氛也就变了。你偶尔可以看到桑德在一早神看着黎明的朝阳，一边熬夜的猛兽在看，他将他那蓝色如同冰块的清晰的眺望着那升起的朝阳，就像是喃喃呢喃着一个自己完全不知道，像是的阿马蒂斯，阿马蒂乌斯。这样呢？有，这这样比样较好好的一点。，OK。那刚刚的都太短吗？还是可以接得下？还是我重讲？还算可以听得懂，只是有点断断续续的。那我重讲好了。你开始数了数，当然就一个手指这样慢慢的数着，就是 Rockstar 和 Number Band 离开过后好一阵子的夜晚。或许是当时的争吵和不快，承受 Rockstar 恩惠才能待在自己的 Number Five，他在最终也选择了和对方斗，他也是个队伍。但他们的离开也确实改变了许多以前养成的习惯，而虽说这也是过了一个好一阵子的事情，但一切依旧就像是昨天才发生过没多久一样。所以看着桑德斯和其他旅客也没有因此直接解散离开，而是前进继续完结这个旅程。
这个荒野的岛这么大，如果你们十分武烈，没有结伴同行，那基本上也就是将你们的性命直接开始在这野外很是不言，或者说赌上自己的一切。有伴总比没有伴好，而且一起行动也总比单独一个人好。但明显的也可以感觉到整个车上的气氛也在他们的离开后变得十分的低迷。你偶尔也可以看到三分他早上特别的早，就像是说也是习惯，以前他虽然也算是跟你们一样都是一早起来的一个人，但是他在楼下还有那么快离开后更是起得更早些，就像是太阳从东边刚升起，大约才能看到一点光的时候，就能看到桑德起的身，缓缓的将门打开，有时候也能看得到他在外头，就将绳子靠着 Dancing Cat， 一边抛接着某种似乎有特别遗憾的气力，这缓缓的这金属制的小小的玩意。在他的手中弹出当当叮当当当的作响，他每次都会很完美的接触这些音，但是他也完全没有听到他人的存在，就像是只听到他那时只喃喃的呢喃着一个也不知道像是你的字阿玛。你也缓缓地想起了那时的你们也刚好来到了一个叫做波浪的地方，放眼望去，除了现在周遭缓缓随风舞动的萤火之外，能见的也就是夜晚乘坐车的夜空。当的当然今天的他看起来心情就十分的，虽然他还是和你一样到了哪里他也会说到哪里，也会和其他人谈笑，也会跟偶尔聊聊天，但是和之前相较聊起来啊不太好，似乎就像是他想要一个人静止。你看着他离你还有其他的现在同行的队员们隔了大概约略45米的距离，就像是只有他和 Devin Pan 两个人，虽然没有离炉火太远，但是这个距离确实是有的。你看着他只将他的身子靠在 Devin Pan 的身旁，用手接下了有这几天刚加入队伍没多久的一个矮人 Milly 所哼煮调着带有的香气的饮料，饭后一杯咖啡，这是他一直都没有改变的习惯。但不错的是，好吧，在 Rokta 还有 Number Five 离开后，他相比先前的高傲，他已经开始转变，他也开始放下声调，稍微的平缓，可以比较平静、技能一些。就像是你眨了眨眼，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根本完全不会接下其他人所分出的咖啡，基本上他完全的就在乎他自己。对你来说，那时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压力而且非常非常大的不适，但是现在虽然一个压力没了，但是面临的又是另外一种低气压。你看着米莉只是耸了耸肩，缓缓地走到了萤火旁，小心翼翼地将锅炉里头的咖啡用小小的金属勺子倒入了另外一个圆杯里头。他扬起了嘴角，烧了烧那深黑色的大胡子，一拐一拐地走向了你。哎，也露出那么阴郁寡欢的表情，要不要也来喝一杯？他说完，静静地坐到你旁边，就像是以往的容他，以往的长得一样。这个新加入没多久的矮人，将你的咖啡放到了你手中。你看他看着你，笑了笑。当然是那家伙不太想跟其他的聊天，你不介意我坐在这里吧？
那你要做些什么？我听他这样子说，然后我是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我被突然搭话的时候，我是有点错愕，但我一边说，但还是有点不放心的在看了一下 Sanders 那边的方向，然后，有点不知所措那样子抓了抓后脑勺，苦笑。他的鸣笛一直是顺着你的方向看了 Sanders 一眼，又看了一下你，至少他还肯吃饭，而且这个习惯喝咖啡习惯也没有变过，喝吧，趁热喝吧。夜晚的沙漠很冷的。他说完，摊了一下他的手。我也很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我不想在这地方待太久。我一边小心的喝着咖啡，然后一边就是稍微看着周遭。Midi， 你黄金之路这样子的旅途，你有多少经验呢？帮我塞个 persuasion， 我来看一下他会怎么想，会怎么回答你。OK， 看一下 persuasion。他看得像你笑笑，哎，你的经验应该比我还多吧？我才来和你们一起同行才几天。你看起来好像已经比我熟悉更多，而且你的样子看起来又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啊，我稍稍脸颊呢。与其说经验多，毕竟我是从卡拉图那一带来的，然后，费伦的语言还有很多地方的知识什么的。我也还在试着学习，对我来说，这样子的长途旅行几乎是第一次经验。你这样子扯了扯嘴角，至少有比没有好吧。我会开始和你们同行，我想离开这个地方，这地方不能久待啊。他说完，缓缓的抬头，你也看着那上头正在闪烁的星空。这非常的美，夜晚带有着蓝紫色，还看到了那微微带着一点亮蓝色的银河在空中默默的闪烁着。放眼望去，那明广无垠的沙漠，至少和早上那炎热的相比，现在十分的酷凉。但待久了，还真是稍微的有点冷。如果没有这些火，可能还真的会失温吧。我听着他这样子说，然后，确实，这里晚上真的很冷。可是你说不能久待的话，是这一带有什么样的传闻之类的吗？他看向你，眨了眨眼。是啊，这里倒是真的有传闻。而且蛮多的传闻的。他说完，摊了一下手。100年前就发生了。说完，他看向你，扯了扯嘴角。我是不知道你们那里的，你们那里有读到什么历史，或是跟那里有没有发生？但我记得那时瘟疫可是影响了整个世界。但毕竟你看起来好像不是生长在瘟疫灾后区环境的人，你大概也不太清楚是如何。那作为一个生长在这环境的人来讲，我也不想久待在这里。这里没有机会，这里只有死城。这里你看到的，你看到这矮人伸出他的左脚，缓缓的直接在篝火旁边的黄沙直接狠狠踹了一番。你看着他这踹拨起来的沙子，这里。在夜空中飞舞的沙粒缓缓地飞起，然后落到地上，细致但是又带了些粗糙。你眨了眨你的眼，你看到他只是摊了一下手，没有草，没有树，
没有水，这里根本无报。这里是一片干地，一片干旱，还有干枯的地方，甚至你完全不知道你哪天呢，你就会被灾后的余韵所影响。然后啊，他说完摊了摊手，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呢。我想要回忆一下，说我对于瘟疫的部分知道多少。帮我找一个 intelligence， 纯的 intelligence。嗯，纯。清新的迷情。Spellbreak 这个词缓缓的在脑海浮现，虽然说你也不是过书人，或者说你没有过实验上过实测，但是在修也确实也发生过，但是这是100年前的事情。基本上你数了数你的手，现在都14开头了，那时是13尾巴所发生的爆炸，全世界都有影响，神的坠落等等的话语，修那边也有受影响，我也有受影响，但100年前的事情到现在还依旧存在吗？你缓缓眯起了眼，这时也开始感觉到自己算是挺幸运的，看了你的身体，看了你的手，眨了眨你的眼，至少你不是被影响的吧。你也听闻了当时的灾难是多么的可怕，基本上人只要碰触了这东西也不用活了。我想到这里呢，轻轻点头。嗯，也不知道说我们这个旅途上，不，还是能别遇上那些比较好。我一边说一边摇摇头。你弟轻轻的笑了笑，所以也是不要在这里待太久。当的是他刚刚也跟我说，他也不想要在这里一分一秒待着。我们在这里呼吸一分空气，也就代表我们呼吸的一部分的污染。他说完，开玩笑的扯了扯嘴角，想着啊，如果你要大口大口吸着气，那你就会比我们更快污染啊。你看他笑了笑之间，用他的手拍的捶了一下你的肩膀，但是你感觉到他捶下去的力道其实还蛮轻的。Yeah， 我那边就啊，那我就有点，就有点无奈那种表情，然后。我才不想的，我才不想被污染呢。我就一边就双手捧着咖啡杯那样子，就是在一边喝，然后一边我才不要，摇摇头。最后，他也将他的时间看向你，也别去开玩笑的部分了。你是怎么看 Sanders 的？他最近那么郁郁寡欢的，你觉得他发生什么事？我是不知道了。我加入的时候。感觉他还算是一个蛮开朗的人啦、我这几天看一下，看到他好像都在呢喃着什么东西似的。我是有听到他好像呢喃着什么什么 Amadeus， 大概是这样的发音。但应该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跟 Lokuta 他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原本大家都还相处得很好，只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开始好像为了什么事情吵架一样。的深呼吸一口气，还是我去问吧。他说完，站起了身，看向你。反正我才加入没几天，他也没办法说我什么吧。他说完，拍了拍你的肩膀，要吗？我去问问看看他怎么看。
哈？什么东西怎么看？或是你要跟来也是可以啊，一起，我们一起去找 Sanders， 或是我叫 Sanders 过来，直接讲，比埋在心里还要好，不是吗？我实在是这么说了，然后我有点就是那种被这突然的发展有点不知所措那样子，然后我还是就反正我们要过去的话，现在晚上很冷的话，顺便也盛一杯他的咖啡吧，顺便拿给他之类的，你低向你点了点头，啊，好吧，他蹲下来，轻轻的用金属勺唱了一声，接将里头那真的咖啡倒到了杯子，他将咖啡递到了你手上，你跟他比较熟，我只是几天来的人。那就这样吧，我向前，然后你跟在我后面，我们去找三德。哦，好，我就先小心的捧着咖啡杯，然后就是乖乖跟在后面呢、啊。好，那帮我塞个，这样吧，帮我塞个 slide OK。你默默的扶着这咖啡杯。当然可以感觉到那只热的余温缓缓的从杯子里散发出来，你也完全的就是尽可能的直接就是在怕上锁的状况下人在你后面缓缓的往深圳方向走去，最后你感觉到你的手，当然这夜晚的风吹拂的十分的大，感觉到几滴沙粒落到了咖啡杯里，就像是你要尝试的要让咖啡沾染了更多沙尘，你就将你的右手握住了杯缘，然后用你的左手扶上了咖啡，按上了咖啡的杯口。而且也在这时，这突然的温度让你直接吓得哐啷的一声，咖啡杯落到了地上。你晃了晃头，缓缓的抬起，但你也注意到米莉，她的脸色也变得苍白。最后，她缓缓的抬头。咬了咬牙，你往上一看，你看到前方或是周遭开始刮起的沙尘，帮我晒先锋。我的，OK， 我知道了。这沙尘在空中开始徐徐的飘起，你听到迷离大喊着：“他沙漠来了，小心一点，快回去！我去叫桑德斯。”你看到他直接迈步向前的奔跑，消失在那是忽然刮起的沙暴之中。那你要做什么？糟糕。现在的话是，我现在就是维持站在原地那样子，就是我想要尝试，就是先注意我身周的状态是完全都看不清楚了，还是沙尘直接刮起？你现在看到面前是雾茫茫的，你可以微微的看到一点，像是平静的沙漠，当然地上你可以看得到，但是你也注意到一件事情。你注意到你现在看着面前是十分迷茫的，雨直接沙覆盖了这个月色，你能看到的也就是雾，沙雾。我直接贴给你示意，大概你现在看到的样子是比较偏向是这种德行。我会先就是拉紧我的斗篷，然后我想要先回忆一下，说以前 Sanders 他们有没有告诉我说，就是到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最好该怎么应对？帮我甩个 survival。哎呀，你紧紧的用你的斗篷遮住了你脸，看着沙暴开始浮浮的吹嘘。你尝试的想着到底有什么样的对应或者政策，但是你的霎时，你看着地上那已经碎裂的咖啡杯，
看着里头那苦涩的一地缓缓的流进了黄沙之中，你无法想起到底现在该怎么做。毕竟你完全没有来过大漠地带，就像是以前你在修的时候，你也只是听闻传闻，而这成真了，现在是亲眼的。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变得非常的轻盈，你尝试的想要继续站，维持站着，想要努力的支撑着你自己，但是感觉到这沙暴一刮起，狠狠的刮中了你整个身躯，你开始向后飞翔。帮我甩个 1D20， 这个20我会看状况。OK， 你感觉到你的身体正在随风飞翔，而你感觉到你这飞翔的方向，你睁大眼睛好像是一块大石头，你尝试的将你的身子扭动，但是和砰的一声，你感觉到你的后背直接撞上了石头，你受到了5点撞击伤害。那你要做？我现在是落在一个大石头旁边嘛。嗯。那个大石头它是，它的那个尺寸大概是多大？我可以有办法躲在旁边那种感觉？你可以做一个调查，看起来因为毕竟现在是沙暴的关系，所以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你可以花一个回合做调查，如果你要的话。那我会就是试着把手就是那种尽可能扣在石面上，然后试着就是稍微观察一下这个石头。能不能让我先暂时躲在他的那个下风处那样？可以，帮我甩个 investigation。investigation。哎呀，无法感觉到这石头，你感觉到大部分你在要观察，睁大你眼睛之时，那好几滴细小的沙粒直接吹进了你的双眼里。帮我甩个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没问题，你闭上眼睛，将用你的右手揉把，尽可能把沙子揉出来。没有戴上任何的护目镜或是保护措施，这根本在雾茫茫的沙子中无法看见任何一丝，让你感觉到可以好好看清这个到底面前是如何。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如何，谜底现在状况如何，桑德斯状况如何。你没有听到任何的马声，但是脚步声倒是还蛮多的。而这些脚步声都离你很远很远，但是你无法分辨出他们在哪里。你感觉到你正在揉搓之时，这疼痛感还是让你感到十分的不适。你受到了四点 piercing damage， 毕竟这沙子让你感觉到十分刺眼。你尽可能都将你的手直接按在石头上，但这沙尘刮得更加的壮烈。你感觉到你的身子可能没办法待太久，或者是马车。到底在哪里？该怎么去避难？那你要做什么？现在随便乱移动也很危险。我想要就是再一次尝试调查，然后呢，尽可能尽快躲到下风处那样。好，帮我甩个这次的话，帮我甩个那个。Nature， 知道了。你仔细的看他，看着这个石头，但是你的手在默默在摊上，这时你听到咔啦咔啦咔啦碎裂的声响，你睁大了眼睛，看到石头啪啦啪啦开始四分五裂崩了下来。帮我甩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Oh Jesus girl。你将你的身子跃起，看着这些石头至少没有压到了你的脚。你晃了晃你的头，看着这沙暴继续如同像是海浪般的继续的刮着。你现在看到的完全的就是一片
雾茫茫或是沙茫茫，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或在何处。而在跃起之时，看到了咻咻，风开始刮得更加强烈。帮我猜个 1D20， 这次又会飞到哪里去？你睁大的眼，开始感觉到你的身子正在不受控制的飞翔。浪浪的一声，你开始听到了周遭好像听到咔啷咔啷碎裂的声响。因为我不知道这里在哪里，或者说你只确定的是，那你好像正在往一个地方掉。这个地方你不知道你掉到哪里，但是你感觉到你距离，你好像掉入了一个洞，一个下凹的洞。而你看着下头是一片黑暗，那是正在往下流的流沙。你注意到上头的沙暴开始徐徐的随风刮拂着，而你离着那个沙暴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晃着你的头，注意到面前的视线离你越来越远，你也感觉到那落下的流沙沙啦啦的落下。最后，帮我塞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从上头也有东西吹拂下来，尽可能的闪步。虽然你现在是坠落的，没问题。你看到从天而降的是其中一个，看起来应该也是石头吧？一个巨大的石块从这洞口落下，你尽可能知道你在坠落，但是你尽可能将你的身子捂，就像是在降。正在从天而降的向下的降落伞是你将你身体移了一会儿，看到石头正在落下，很好的，还好的，没有击落击中到你。你要做什么？你正在坠落。现在这个情况，哎，我的天啊！老天，这个情况，天哪！现在是完全看不到地下室，看不到，就不知道你不知道距离地下有多远。OK， 天哪，天哪，天哪！那我先做好预备反应了。我就是即将坠地的时候，我就是用那个五针的那个，一个好问题，你无法知道你什么时候坠地哦。OK， 哎呀，讨厌。好像现在，然后旁边都是流沙，我想试试看，说就是用自己的匕首，就是往那个旁边沙壁的地方，就是试图看看插下去能不能找到一个施力点扣住，避免自己真的完全往下摔。帮我塞个 Athletics， 我也真的试试看。那你说的是特技还是体能来着？体能，这个我不能算特技。Okay.要不然那些登山者都可以当特技。我刚刚没听清楚，不好意思。你举起了，你直接从腰间掏出了匕首，狠狠的直接往旁边，尽可能的往旁边一插进去，感觉到是细沙流沙声响。你睁大了眼，你感觉插中了什么东西，但是你听到克拉克拉克拉的声响。你缓缓的抬头一看，根据你的 live vision， 你注意到裂缝，这个裂缝，你睁大眼，裂缝开始变得更加的广大，最后你看到的是更多的流沙，直接看到细小的流沙从这些岩缝中砰的一声，像是沙瀑布般的从里头汹涌，波涛汹涌的直接冒出。帮我塞个 Athletics again。你尝试的将你头尽可能的不想要将你全身埋没在沙里，你开始向上，在尽可能的在被淹没之下不停的向上游走，你感觉到你正在被漩涡，像是被漩涡似的不停的卷着冲着刷着，而
你做一个，帮我做一个 reaction， 你感觉到你正在下坠，你在随着这些流沙往下坠，那你要说什么？一个 reaction。那我就是用那个我的那个宗派的那个能力，然后可以用反应减少五倍的我的等级的数量伤害。好，到了，你看到这些流沙，砰的一声，你和下意识的合上了双眼，你感觉到你身上痛烫、痛烫、痛烫，好像接连似的，至少没有撞到你的头，你将你的手直接抱着你的头，尽可能的护着。但是这激烈碰撞也让你感到十分疼痛，你受到了 total， 然后你自己再减，你 total 是受到5、6、7、8、9、10、11 total 11点伤害，而你也陷入了黑暗。在这昏迷之下，你不确定你发生了什么事，你还是听到了那些流沙还是不停的发沙啦沙啦沙啦的声响，上头的沙暴也是徐徐的吹着。可是当然的，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而和他们走散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去，或者他们现在在哪里，这一个好问。而在你缓缓的再度睁开眼时，眼前的景象完全，虽然周遭依旧遍布黄沙，你也注意到你半个身体是沉浸在流沙之中，你轻轻地将你的手掌放到了地下，再慢慢的升起，可以看到那金色流沙在微微的那唤醒你的刺眼的烈阳中，所发出淡淡如金子般的光芒。可是前方的已经不是萤火或是月亮用的马车，或者像是平淡的一个洁白的，或是说洁黄的沙漠地带，但是。放眼望去，你确实可以注意到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古城或是一个遗迹，你默默地将你的身子尽可能地挤出这片流沙，毕竟这流沙已经没有在动了，现在就只是沙子，满满的沙子积沉在这片地上，你将你的身子直接挤出，将你身上多余的沙尘给拍掉。你放眼望去，也注意到上头是一个有着无数壁画和雕刻的石质建筑，它看起来似乎已经有好几百年之久，而周遭崩溃坍崩的梁柱和埋没在沙尘里的石块，也让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现在应该也住不了什么人。而且你还能确定的一件事是这个地方、这个古城、这个遗迹似乎已经是一个废墟了吧？那你要说些什么？我会先就是借由这些遗迹的阴影，就是尽量避免自己曝晒的状态下，想要先试着探索一下这个环境。好，帮我 psych perception。你轻轻的将你的手稍微看了一下这片黄沙，还有。是当然的，光是北room的 common 已经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语言，更何况是这个地区的属于他们的语言呢？你看着上头的壁画，看起来栩栩如生，随时都有可能会动一样，不管像是有动物头，还有人身的符号，或者像是好几个像是像是的图案，虽然你在修的时候也有过。是修那边，他们也算是古老语言之一。而修最一开始，他们也有象形文字之称。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些象形文字堪比修那边原来的古老。可是，当然确实完全不同，完全读不出来上头是什么意思。而你也可以注意到，这些攀崩的这些石头、石块和建筑，上面都好像长了一丝丝的，像是藤蔓般的叶子，
可是这些叶子看起来就像是在石缝中，像是努力的在夹缝中生存似的。虽然开得不旺盛，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只是生命的痕迹。我想要先试着在这个遗迹里面找看看有没有就是像是水井之类的设施，然后想看看有没有办法确保一点水源。帮我塞个 investigation 一下吧。你看了一下这边，流沙、流沙、沙尘、沙尘，细数来的就是那。在阳光之下，山上发出的金沙子，还有东倒西歪的建筑物，但是水源并没有发现，并没有看到，就像是这里可能是废墟的其中一部分，但也没有看到到怎么样。至少说，看起来这个地方似乎没有任何跟水有关的建筑。你也看了一下构造，或许可能是过于古老。或者是大部分建筑，你稍微看到其中一个柱子，大约有三分之二已经都埋在沙尘之下，基本上可能也都被掩盖了许久了。我会想要就是试着就是走在那个遗迹的边缘，然后呢试着一边眺望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得到一点什么令人在意的踪迹。好，帮我塞一下。你轻轻的在这废墟里荡着，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可以离开的路，或者水源，或者是可以，如果说运气好，如果可以看到马车的话，那是驾驶驾驶要好，最大好的事。但当然的，在这背景下，也看着那些随着你的脚踏上去，都会发出嘎吱嘎吱嘎吱声响的石板，似乎这克拉克拉的嘎吱嘎吱的石板存在。但你也在这绕环绕正在探索之中。你开始听到了声音，这个声音像是天呢微微的高亢，而且带了些陌生和慌张。那声音就像是木畔，就像是不久，而你在慢慢的靠近之时，也听到了这声音离你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楚，是一个陌生男性的声响，似乎听起来是一个和你年纪没有差很多。那声音就像是喊着：“不好意思，有人可以来帮帮我吗？我被石柱压住了，有人在吗？求人了，求你了，有人在的话，帮我一回啊！”我听到这个声音的话，我是我会稍微加快步伐，但我会一边注意不要就是踩到流沙那样子，就是尽可能的小心步伐的向前靠近。好，那帮我塞个 stealth， 这个 stealth 不是潜行，而是小心。讨厌。你轻轻的将你的脚放上，但是当然你尽可能想要小心，但是还是你听到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非常的明显。你在听到这明显的，突然感觉到自己的体重好像应该也没这么重，但是突然就觉得像是自己走路像大象一样。但是你也听到了那声音，似乎是因为你这声响到处声响，说有人吗？是有人吗？真的有人吗？快过来，快过来！你看到他讲话时，就像是快哭了。而那正在呐的声音，那高亢的声音都偏了一些压。而你在随着这声音靠近之时，你注意到确实。没有说谎，没有欺骗，也没有像是捉弄，这废墟里真的有人出事了。你睁大了眼，你注意到一位有着嫩草颜色
如同像是那一季长出的嫩草的细致皮肤，而那如同春芽叶片般的头发，修长且偏大的尖耳朵在尾角处带了一点微微粉嫩的颜色，年纪大约看起来和你差不多，大不了多少，但是可以看起来他带了一丝年轻的志气。那年轻的男性被压在一根摊绷的石柱下，你也注意到他那细长的风凤眼中暗红色的双眼，他是上眼那佩戴着带有珠链的圆框眼镜出现了一些裂痕。那你我会就你先不要乱动，然后先保留体力，也不要大叫，我试试看。然后我Athletics。体能嘛。看着你，当然他下意识的像嘴像点了点头，而你也看着他伸出的他那手，你和他的手握起，你尝试的将他往外拉，你看到他发出了有些刺痛的声音，但是这尺度实在是太大了，你看到他不停的扭动他身体，看着你，好痛，可能要想点办法，可能要想点办法，像是你能不能击碎这个石头，或是做些什么的？你看到他坐到这里，那细长的枫叶快要出来似的，也注意到因为你拉住他手的关系，这个男性的双手非常细嫩，就像是你摸过的手，或是你握过手中，他就像是有表保养似的，这细嫩手带了一些小孩的稚嫩，就像是永不止息的。你看了一下他的手，没有任何的茧，而且你还淡淡的可以闻到他带来的一丝会让你闻到稚嫩土壤，还带了一些淡淡的甜美香气，而那个甜美香气也让你联想到了他感觉除了的香气，花香的香气之外，还带了一点淡淡的蓝莓的香味。而你也可以确定的是，那个男性在你人生之中并没有看过是这样子的特殊，就像是他不太常见也不太普遍，就连比对你来说看到会走的猫人已经是够特别了，这个现在面前看到的这个人，要说精灵，你眨了眨眼，你的那时接纳你的那个师父也长得不是这个样子，而你的父亲也长得也不像是这个样子，他就像是一个是常见的。我一边就是看着他，然后我就是我先蹲下，就是先松开手，先蹲下来，就是、轻轻拍他肩膀，然后就你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该怎么弄。然后我想要观察一下那个石柱，它是有一个支撑点，但下端压着他的脚，还是说是平着的，直接压着他？直接压着他的半身。那我会就这样子直接拉你的话呢，你反而可能会被压伤。我就一边这样喃喃说着，然后我试着把你身体下面那些土挖开一点。不然直接拉你的话，我怕你的腿会被这个石柱压坏的。那麻烦你了，我想出去。你看到他不停的蠕动着他的身体，你看到他的手，他的左手轻轻的拍打着那有些坚毅的随风飘逸的黄沙，他将他的双眼盯上你，拜托你了。我尽我所能，然后我先就是先尝试用手去先挖他，就是他有露出来的腰或者说是腿那一带的土，试试看能不能挖松一点。是啥了？是啥？OK， 然后我
赛多黑，看一下赛多黑。OK， 你轻轻的将你的手开始陷到他身旁的流沙之中。当然，这些沙是比较硬质的，而之前那些柔软的沙尘之下，这些沙尘看起来是可剥，而且下头看起来确实是有覆盖的土壤。你将你的手开始剥，开始挖着，大概花了你一些时间。也注意到这位男性似乎用着非常不好意思的眼光一直看着你，然后你在不停的挖掘之时，你和他开始说着：“真的太不好意思了，等一下，我的包包在附近，你可以劳烦你帮我翻一下我包包吗？里面应该会有一些工具，可能会好一点。”还有里面还有绳子。哦，好的，我就先暂时停下动作，然后就是拍一拍手上的沙土那样子，然后我开始环顾周遭，看有没有看到他的包。好，帮我找一个 inscription。你注意到他的包包就在附近，你看到大概离你十米不到。那包包看起来不太显眼，但是一看就知道，看起来像是一个登山用的大包包。你前往的那包包缓缓的蹲下，你看到这包包的特色大概就是那看起来有些大，大概占了包包一半的尺寸的，那是铁锹吧，揉了一下口。你将包包打开，你看到的里头基本上放的论文、研究资料、考古，但是你看到的唯一你能辨别的就是这些。你将这些东西拿起，稍微快速翻了一下，但是你也不懂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那当然，除了这些论文、纸张、卷轴之外，你还看到了确实下方放着一个工具箱，还有一捆你大概拉了，将这绳子拉起来，五十臂的绳子，这个拉你拉了一段时间，大概五分钟，终于全部拉出来了。我会就是先拿着他的东西，就回到他身旁的。然后你带着那么多东西，一个人在这？他看向你，扯了扯嘴角，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 Robin。他像是示意的，默默从这正在压着的手，慢慢右手才想要跟你握手，但是他还是放下来。我是来自 Red Wizard 博物室那里的考古学家啦。为了研究古代文明，所以我跟老板还有同伴们就来进行研究。可是在不慎之下，我们走散了，还遇到了沙暴。就更惨的是，我现在被压着，还找不到他。啊，能遇到活人，我真的十分感激，而且我也蛮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个什么？如果遇到有难的话，我也希望有人帮我。而且烧到那个沙尘也让我跟我的伙伴们走丢了。我一边这样子说着，然后一边就是那个试图翻他的工具箱，就是想要找看有没有铲子之类的东西，方便我铲他旁边的土。你将工具箱打开，一道确实是有铲子的，这个铲子是折叠需要组装的。你将这已经被切成三半的铲子缓缓组装起来，我也看到罗宾向你点了点头。哦，你看到那个结合的点，对，这老板说的，直接这样子结合，它就会变得很挺很易朗。你把它咔嚓一声就可以结合了，你直接照着他说的咔嚓，确实变成一个非常坚挺坚硬的铲。哇哦，我在那种就是感觉很新奇的，然后就是那种有点惊叹的那种哇哦的那种声音，然后我在卡拉图可没见过这种技术呢。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手上那个铲子，然后开始挖它旁边的沙。好，帮我塞个 side of hand。当然的，你开始挖，尽可能的把周遭的沙开始挖着。但是这些挖沙途中，你听到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突然咔啷咔啷的一声，你惊讶的他睁大了眼，然后你看到 Robin 快速的直接从下面钻了起来，但是他也然后直接啪，你眼睛睁大，你现在和他距离五臂不到，基本上在连三公分，可能就他的嘴就亲上你的嘴，你看着他眼睛直接掉到了一旁，
发出了咔啦碎裂的声响，可以看到他的那暗红色的眼睛和你是相面面相觑的姿势，可以看着罗宾向你缓缓的勾起微笑。谢谢你，谢谢你，我出来了。你看到他说完，缓缓的、轻轻的，就是看着你，你注意到他的，你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感觉到他的体温，他的体温在这炎热沙漠下十分的刺凉，就真的从春天那后的。你和他盯了许久，他和你盯了大概五秒钟，然后慢慢的站起了身，拍了拍身上的尘沙，你看着他看向你伸出手，站起来吗？谢谢。我会在起，就是搭上他的手之前，我会先顺手把他那个掉下的眼镜也捡了一下。你将他的眼镜捡了下来，但是也注意到他的眼镜上头已经充满了破裂，就像是怎么看都已经看不到，就像是刚刚那几家的碎裂已经把他眼睛上的镜片给整破了。而在你捡起这个镜框，而他是你直接伸出你的手和他的手在握起之时，你看到他快速的直接拉，把你拉得很近，再度又和你双眼目目目的四目交交，他看向你，轻轻的尴尬的笑了笑。不好意思，我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看您看的更清楚一点。我看的不太清楚，我需要知道你是谁。好、我会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到底怎么样，然后我就一边喃喃着，怎么好像以前也遇过类似的情况来着。你们费伦这边的男性都这样子吗？在开口说这你是直接说吗？我就小声的，就是那种不知所措那种，已经不自觉那种说出来那种感觉。歪歪头，北路是什么？这里不是北路吗？可以拉开距离了吗？你看他向你眨眨眼，轻轻的和你拉开一点点距离，可是他又下意识的将他的手牵上了你的手。不好意思，我的眼睛真的不太好。我必须得这么近才能看得清楚的。你看到他尴尬的笑一笑，也注意到他的身体也是很近，就像是你和他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完全的，大概就等于是两三公分，根本非常非常的近。还是如果我会造成你的困扰吗？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看得不是很清楚的话，好像也没办法吧。我会就是有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有点就用空着另外一只手烧烧脸这样喽。但现在你那边的伙伴跟我这边的伙伴都走失了，我们该怎么找到他们？这是一个好问题。笑了笑，那不好意思，那就可以麻烦你牵着我走。这个要求，或许可能第一次见来说有点太过，但真的很不好意思。你看他说完，就将他的身子再稍微贴近一点，看到他看了一下周遭，轻轻的眯起了眼，你也确实知道他似乎好像眼睛都会特意的眯得起来。也看到他缓缓的再开了一下他的口，或许我们可以一边找我们各自的同伴，而且如果可以的话，你的视力比我好，或许你可以帮我考古，做我必须得做的事情，或许我还可以跟我老板说你有协助我的。考古。我一边听他讲呢，然后就是稍微歪歪头。他向你扬起微笑。对，对，考古，您知道考古是什么东西吗？
我听着他这样讲的话，就，我只大概知道说是喜欢探究远古历史的人，但详细是做什么或怎么做，我就不太清楚。缓缓点了点头，是，是，就是这样子。而且啊，他缓缓的靠近了耳朵，轻轻的放轻了他的声音，这样子才会可以知道更多，了解更多嘛。最后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耳根是有缓缓的热情，轻轻的，像是吹气般的呼的一声。随后也看着这一个年纪和你差不多的这位男性，默默的勾起了嘴角。那就麻烦你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就是被刚刚那个情况点稍微吓到了，愣了一下，你可以喊我 Sora。他轻轻的合上了眼，看着那如同酒红色的眸子，轻轻的转了转，就像是笑得像月弯一样。Sora 吗？还真是好听的名字。你是从你刚刚说 Perotor， 你是从 Perotor 来的吗？他说完，轻轻的靠近了你，然后放轻了他的声音。我觉得现在沙尘的声音太吵了，太吵了。或许这样你会听得更清楚，他在你的耳边轻轻的喃着。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一个我是从卡拉图那边来的，没错。然后因为他这样靠近我有点不自在，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试着把目光就是看向周遭，看能不能发现一点什么。好，帮我塞个 perception。 你看了一下周遭，基本上遗迹还有遗迹，你也看着他，只是稍微的那握紧你的手，稍微轻轻的，你可以感觉到那一丝丝的刺凉在你的手心中缓缓的散开，你也可以闻到那淡淡的属于他独自的味道。从你的，毕竟你们的距离十分的接近，所以你是可以淡淡闻到这股清香，也不会到说嫌恶或是到难闻。而在黄金之路上闻到那些大大小小的体味来说，能闻到这样的香气还真是很久难得一见了。基本上如果说他，你看了一下这天空，他在这个环境中看起来是不会流汗吗？你看着他了一下，他只是歪了一下头。我会就看着他，然后就是沉默一下，然后那个你看起来不像是我曾经见过的精灵之类的，你是哪一种类型的种族之类的？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子的人哦。帮我塞个 persuasion。你看他只是像是一下子的，你可以注意到他的表情带了一些调皮，而这个调皮的表情只是缓缓的将他的额头轻轻靠上了你的额头。你听到了他发出了咯咯的笑声，然后不好意思，这样子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那就跟你说吧，这个秘密呢，或许我们如果以后往后更加的熟识，我再告诉你我的秘密吧。他说完，轻轻的向你咯咯笑了一两声，然后缓缓的将他的头轻轻的离开了你的额头。随后也听到他就在你后方再度开口：“有时候这种东西嘛，你就当我是比较特别一点的精灵就行了。”我会很困惑，这种有点歪着头，然后就是一个不太明白那种感觉，然后，好吧，但你说帮你考古什么的，具体来说，要我怎么做？他歪了歪头，
看周遭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像是如果你看到了纸路上有一些图案和遗迹，而我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我看到的面前是一片模糊。如果我不接近你的话，我也看不清楚你实际长什么样子，我根本无法辨别。所以眼睛的部分得麻烦你带着我去周遭看看那些图案，告诉我那些图案是什么样子，我自然而然的我就会分析，我就会记下这些事情了。那当然，他说完轻轻的用手稍微示意了一下，轻轻的你看到他真的像是有点像盲人开始在摸，稍微示意一下周遭摸一下，可以把我的包包递给我吗？不好意思，他有些慌张的手开始在东晃西晃。然后我就，那你等我一下，我就是先稍微松开他的手那样，然后就是先把刚刚从他包包里面拿的东西们就是整理一下放回去他包包里面，然后再双手抓着他的包包递给他。当然的，你当递给他的时候，你看到他也是再度的也是非常靠得非常近，除了靠你之外也是看着他的包包打量一会儿，点着点头，接着他也蹲下了身体将包包给背起，也看到他向你笑笑，真是太谢谢你了，没有眼镜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他说完就像是自然似的轻轻的接住你的手。我记得调查报告上，往北走，往西走，再往东走，大约走个20feet左右，那里老板说那里有一个可以探测的地方，我的探测仪在包包里头，到时候从工具箱拿出来就行了。你刚刚说往北，然后再往西，哈？或者你可以凭借着你的第六感，有时候老板说的并不是，那只是规律上东西。有时候考古的乐趣就是在未知中发现得知，才非常的有趣。最后也看着 Robin 扬起的嘴角，你感觉到他在扬起嘴角之时，他现在这没戴眼镜的样子，确实和刚刚被跟他戴眼镜的样子相比，又多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息，那像是多了一丝微微的邪魅感吗？你就这样子的把命交给我，真的没问题吗？你，我也没有松开手，我就是那种有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样子，烧烧脸颊。你看他轻轻咯咯笑笑。如果我会担心的话，或者如果你对我有害的话，那为什么你刚刚会努力卖力的要把我救出来呢？我信了你。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感觉有点难为情，然后就是一个肩膀稍微缩了一下。第六感嘛，我就一边这样子就是。面对这种类型的人，我也不知所措，就是慌，然后我就第六感，我就看看我的直觉会指引我往哪边走吧。好，帮我甩个 perception。OK， 我知道了。当然的，根据你的第六感，至少在废墟里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吧？你看了一下，你默默的、轻轻的拉着他的手。当然中途你也看着他也是蛮安静的，似乎也就是东看西看也没有些什么，但也在找寻的途中也听到他有再度的开口，你刚刚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我很好奇你的身世。我的身世。他说完轻轻的笑了笑，眼睛有眯成的一直线。你说你来自 Carrotwood， 我很好奇你的身份，我都自我介绍了，我是从哪里来？那何不你也说一下你从哪里来呢？我就牵着他一边走，然后，我严格要说的话是从 Karatu， 也就是修龙那边
再过去还要再跨过一片海的一个叫做窝的地方。我就离开家里，然后在修龙那一带做学习跟修炼，然后尝试朝着西方走，想去看看不同的地方。你看他眼睛缓缓睁大，修炼吗？你注意到他的语气看起来听起来像是有些敬佩，而泽南星转了转他的眼睛，是什么样的修炼？我不太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概念，但在我们修那一带的话，是有一种万物皆有灵，还有一些所谓天地之间有一种能量叫做气，而这种气呢，它很常会凝聚在于生物的体内吧。根据其他宗派我是不太了解，但根据修炼还有呼吸法的不同，每个人体内的气都会凝聚成不同类型的能量吧。我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你们更好的形容，费伦这边的通用语我还不太会，我就有点陷入语言描述的困难。但是他有些好奇歪歪头，费伦的语言也不是我的母语啊。他说完，缓缓地将他身子靠近了你一些。我也不是来自斐荣地区的，你开口闭口都说着斐荣，那是你的目的地吗？算是了。我被他这样子一边问，然后就把眼睛先就是挪开，就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那样，然后。反正就想要试着去离家乡再更远一点的地方看看吧。我总是留在同一个地方学习很久了，很多地方我都想去看看。那看来你也可以来试试看做考古啊。他说完勾起了嘴角，考古可以让你了解更多的历史，各地的文化。说完他缓缓地靠近你的身子，你也感觉到他很自然而然地将他的手揉住了你的腰，像是轻轻的温柔的，你感觉到他把你稍微往自己的方向靠近了一些些，也看到他向你轻轻地笑了笑。这里小心一点啊，这里老板说要靠近走一点，不然可能会……你看到他往下看了一下，你也随着他的视线往下，注意到质地，这里的沙质地非常的柔软，也注意到 Robin 的步伐变得稍微的变得小心翼翼的些，你也看着他轻轻的就是轻柔着你的腰，像是带了一些警戒看着周遭，但你也知道他的眼睛似乎现在是什么都看不到状态，他也只是像是在感应似的东看西看，也注意到他的耳朵微微下垂，在微微往上。你们说的气，我来自的地方没有这种东西。那你说的是能量的话，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感觉到你的能量了。这样遇到危险的话，也可以，我们也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感觉得到能量，我的？你？诶？我就听着他这样讲，是有点困惑，看着他歪歪头。那小女眨眨眼，当你眼睛目盲的时候，你能看到的视野变得狭隘，但是你的触觉，你感觉到他轻轻的将他的手指缓缓的往上，但是他并没有碰到你的胸，就只是稍微往上一点，都是腰，就是肋骨的地方。大概这里，我可以感觉到你的呼吸。而且我可以感觉到我下面的脚下的一切的震动，因为我少了现在可以看到明确的视觉，所以感觉触觉都会变得比较灵敏一点。我听着他这样讲呢，你这让我想起我曾经听过，有
有些门派他们的人学习的时候好像也会说用布料遮住眼睛，然后他们说用这样子的方式世界所有的变化会比起用眼睛看还要更加的细致，更加的明确。他向你眨了眨眼，看着那酒红色的眸子缓缓的在合起在睁开，那看起来好像文化还是有一些共通点吗？他向你轻轻的笑了笑，你也缓缓的朝着他示意你稍微用，你感觉到他在示意你的时候似乎是借着搂着你的腰用触觉的方式点了点你的肋骨，让你知道该转弯还是该前进。而你也感觉到在他的提示之下，你也和他伴随来到了一个曾经是像是座城市的地方。你缓缓地看着周遭，这里的干枯的水道、崩塌的建筑，还有一些被沙子所掩盖当基地使用的长木杆子，以亚麻布所制成的衣服碎片。这里和刚刚相较起来，这里就像是一个完全的有文化的、曾经有着文明的一个城市的中心。你看着 Robin 轻轻的将他的手稍微的往下滑了一点，他也是轻揉着你的腰，也没有做些什么。他似乎就像是感到一些赞叹的看着他的鼻尖，嗅了嗅这里的空气。你随着他的动作自己嗅了一下，确实这里的味道和刚刚不太一样，而这里的沙尘也似乎因为有大部分的建筑所遮挡，所以也没有那么的多。你看着他嗅完这空气，又开口淡淡的说道，啊，就是这里，闻到了吗？是水汽，这里曾经应该是座城市吧，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我听他这样讲，然后就我所见的确是个城市的样子，沙尘也没有像刚刚多，可是水汽，我听到他这样子说，然后一边就是在试图细细的闻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方向。好，帮我设一个 perception。 哎呀，我缓缓的嗅了嗅，但是毕竟这闻起来的淡淡水汽，你也不确定这里确实有水汽，但是水在哪里，水源在哪里，却这只是个谜。你也看着罗宾只是缓缓的从你的原本搂着你的腰慢慢的放下，可以看到他将他的身子蹲了下来，轻轻的从包包中开始稍微东摸西摸，一看到开口看向你，我想要做一下记录。他轻轻的将一叠厚重的完全像是书仔侦测的书直接放到地上，你感觉到他用他手稍微摸了一下书皮的封面，又看了一下你，啊，这现在失去视觉，现在也只能靠这样子去辨别，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Sora？ 看一下上头是不是我的笔记？他说完，轻轻的将他的手松开。我尝试去看他掏出来那本书来辨识。好，帮我设一个 intelligence。当然的，你看着上头，你无法辨别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但是你轻轻的翻开，你注意到里头有大大小小的笔记还有轨迹。虽然你不太懂上头写的是什么，而且以上头的语言，以前 Rokta 教你的、Sanders 教你的这些语言部分，这完全都不属于菲鲁那边的方言，或是他们会用的贯通的语言。你轻轻的皱了一下眉头，你看了一下旁边的 Robin 只是微微的像是有些愣住的不知所措的看了你一会儿。你也注意到一页一页翻着，上头都记着古老的记载，而且好像你注意到不同的文化。你看到上头虽然文字上完全的是你不懂的，但借有着插图，你发现他的插图虽然没有像那一个猫人一样画的那么的栩栩如生，可是这简单的图是马上让人一目了然。
你发现他好像有去过各个地方，那看起来奇装异服的人们，或是有穿着厚重御寒外套的人，或是物鱼，还有像是工具，甚至是你还看到了非常眼熟的，像是笔墨纸砚，还有卷轴，甚至是包纸，在这个笔记页上画的包纸。我看到熟悉的东西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怎么连包子都画在上面啊？这时也看着罗宾的脸，完全的嫩绿的皮肤开始扬起了一抹的红晕。你看到他晃了晃头，这是我的笔记，谢谢你。你看到他快速的翻到了一页新的空白的页面，轻轻的用他的手摸了一下里头的羽毛笔还有墨水。他看到他这样洁白的羽毛笔拿出，轻轻的熟悉的打开了墨水的盖子，沾了沾里头的液体，开始书写着内容。当然的，语言你也看得不是很懂，但是你注意到他写的字确实是跟先前的字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现在他写的似乎变得非常缓慢且非常小心。也看着他看向了你，眨了眨眼，可以帮我向前走个几步看一下前面是什么吗？前面看起来好像是路障吗？还是石柱？我看的不是太清楚，好像前面挡着什么东西。你缓缓的抬头，看到前面是一个像是一个道路的尾端，而这尾端向下的是一个看起来被铺上了许多木板子和石板子的下头，看起来还听到了许许的风声，还有微微的潺潺的流水声，看起来水源就在这下面，但是这个洞有多深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也看着罗宾轻轻的眨起了眼，或许前面有什么意料之外的发现也说不定。我会就前面的确是有点什么了，然后我一边就是看着那个洞，然后不过这边有个坑洞，看起来有点危险。哦，是吗？那好，你看着他很快速的开始书写，也注意到他在书写下旁边缓缓的画出一个简单的小小的一个水井，但是当然的，或许是因为他看不清，现在看的他不是太清楚的关系，你看到的水井似乎画的有点歪。就是帮我塞一个 perception。你轻轻眨了眨眼，一开始感觉到地上开始传出了咚咚咚咚，如同像是心脏跳动般的声响。而也看着罗宾轻轻眨了眨眼，他缓缓的开口：“发生了什么事吗？”他随后低下继续书写，你也感觉面前的罗宾好像每隔五秒就变矮了一点，每隔五秒又变矮了一点。你眼睛往下来看，你注意到他的前方正在凹陷，而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脚下，你看了一下他们，你睁大了眼，你看到这个他们，你缓缓的往那洞的方向看。看到那洞开始咚咚咚咚，开始有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开始四处的乱窜，还听到了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开始空空空开始不停的穿梭转着。而也看着罗宾轻轻眨了眨眼，将手中的那一本笔记本给合上，而将他的羽毛笔还有墨水缓缓的放到他的包包里。他正要开心的就是背上他的包包，正要往前，有些像是淡淡的往前走一步之时，你听到了一声巨吼，这声巨吼从四周传来传起。你看罗宾眨眨眼 ，Nora， 那刚刚是你肚子的叫声吗？还是他晃了晃头？我一听到他这样子讲，然后我试着朝他的方向冲，我想要拉着他先。尽快离开原地。好，不对，有什么东西在这？也在你扑向他
出现他，只是帮我塞个 dex。dex 而已吗 ？dex 算 dex， 敏捷。哦、oh, ，OK， 就自动破。你朝他方向扑去，但是突然的，你感觉到地下，你正要往前的时候，你看到你的脚下开始咚咚咚开始出现了一些差异。你注意到你的下方正在升高，而他的方向正在降低。而你缓缓的抬头，注意到是你往前那个大洞一看，你看到了一个紫色的、亮紫色的、紫色的正在钻的。有些柔软的，在光线下照耀之下，非常柔软的皮肤。你眼睛看到了一些，看到罗宾愣在原地。索拉，索拉，你在？他还没说完，只是砰，从罗宾20feet前方的洞开始变得昏暗，那快速流窜出来，如同石头，如同被沙所覆盖，那长满利牙的紫色怪物直接从里头窜出。发出了巨大的怒吼，请帮我塞仙宫。Oh Jesus Christ！ OK， 没问题。的怒吼之下，你看着这一个巨大的虫子扭动着它的身体，这是虫吗？还是怪物吗？你已经完全不想去判断这是什么鬼东西了。你看着罗宾还是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那沙虫发出了这极大的怒喊，你要做些什么？现在沙虫距离你是30feet，然后距离罗宾是20feet。我要直接就是冲向罗宾的方向，试图把它往那个远离沙虫的方向拉。 OK， 那你拉住他的话，这样子的话你只能拉住，就是你拉住他然后往回跑的话，因为两个人就会减半，速度会减半。 OK， 好，然后我要一边拉着他的一边有有有，但我不知道那什么鬼东西，他看着我就出。你看他完全愣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直接扯住他，你当然你跳往下一跳，拉住他的手臂，开始往回拔腿就跑。而你现在和他方向因为一半的关系，15除2 7.5，所以没问题。你现在和他距离沙虫的距离是27 feet， 而沙虫发出了像是天地的怒喊，而也看到他周围开始缓缓的刮起了沙尘，该不会之前的沙尘就是他做的吧？帮我塞个 Constitution Saving Throw。 Oh jeez， 没问题。你紧紧的抓着 Robin 开始向前奔跑，尽可能的就是不要被这个巨大的完全没有眼睛长满利牙的怪物给吞噬下去。你注意到这怪物像是一口一口的不停的啃着你眼前的道路以及崩塌的路障，它什么都吃，什么都吞咽。而你注意到后面的完全就是无底洞，就像是你睁大眼，就像是你那时候掉下去的那个洞一样。你晃了晃头，你抓着它跑着，但是也注意到那一个吸血力道十分的强。你和他被往后拉了一点，现在你跟他的距离，像你们两个跟沙虫的距离是20 feet， 直接被拉了回来。那索拉你要做什么？好的，我会就是先把就是先稍微推了一下那个 Robin， 然后就是现在转头立刻继续跑。巨大的沙虫，我不知道我能够挡住他多久，你尽快跑。然后我先就是先拿2d4+2先给自己灌一下，我的血有点危险。好，也在你这么说之时，你感觉到罗宾轻轻的搭上你的手，开始带着你往前跑着。那他用他就全跑这样子，所以是30，所以你跟他是50，那他就尽可能跑着，但是。他完全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在哪，他只是拼命卖力往前跑。你听到他也向你大喊着：“
没有你我看不到啊。跑吧，跑就对了嘛，跑就对了嘛。他不停的拉着向前跑着，而你也注意到后面的沙虫开始徐徐的追来，拉紧了你们的距离。我直接塞 1D20， 我看一下会跟你们拉近多少距离。拉近他速度非常的快，他开始向前奔跑，和你们两个距离拉得十分的接近。现在他和你们拉近的距离是30 feet。现在和你们距离是30 feet， 收了，你要做什么 ？OK， 好，他在30 feet 吗？他在30 feet 吧。哒哒哒哒。我想要朝就是继续就是那个跟着罗宾再继续往前，这是在用掉我们的那个行动距所有的行动距离，然后我要没有，在走之前我要先朝那个王八蛋先扔这个药水，然后呢再移动。那这样只有15，确定 ？OK， okay， 好，那他需要做什么吗？还是你需要做攻击？我看一般如果没有豁免的话，就是直接。就是往前丢，就是命中这样。他你当时写的是要 DC 15的敏捷豁免。OK， 那我就帮他做。他塞了十，没有过。OK， 那他这样子的话是受2D6，没问题。你朝着那巨大的口，那黑洞般的嘴，狠狠的将你那小小瓶的药水直接往他口中一砸，砰啷的一声，听到了极大的碎裂。你注意到他那长满锐利尖牙的嘴已经开始布上了寒霜，而也看到这虫子也发出了像是疼痛般的怒喊。他等一下移动会稍微缓慢一点点，但是当然的，你看着他稍微缓慢了一些，你也很快的直接拉着罗宾继续往前跑。现在是45 feet。也在你拉着他往前跑之时，这大的沙虫发出了怒吼，而他这次骰是劣势，因为药水的关系，劣势取最低，没问题。他开始继续向前继续吞噬着这城市所有他可见、他可动或是他存在的地方。你往后一看，对到原本你们站的地方，全部都已经被他直接绞，那些绞融熔炼到深黑的。那完全见不见的沙里之洞，也看着 Robin， 他睁大眼继续向前跑，他就是跑，他就直跑，他完全没有想任何事情，他竟然就拉着你继续向前跑着，感觉到他的步伐轻盈，他似乎十分慌张，而且完全没有想太多的，尽可能拉着你，尽可能的感觉地面一丝温度，你也感觉到你握着他的手，可以。感觉到他的心跳似乎变得十分十分的快，他把你拉近了一点，尽可能往前奔跑。帮我塞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Dex， 没问题。落下来巨大的石块，让你和他之间，你很快直接看到石块从天而降，你直接拉着他往一旁跑去，你和他躲过了石块，现在和虫子的距离已经晋升为75 feet， 也看着离着沙虫的距离越来越远。那罗兰，你要做什么？我看着这样的距离，然后我就继续拉着罗宾，就是尽可能的再继续拉远距离，然后希望再更远一点，他就不会追过来。怎么会？那个王八蛋，他就这样子，连一击都直接一口吞啊！这，天哪！我一边就是那种很慌张的，有点慌到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那种感觉，然后一边拉着罗宾再继续走。好，就是用你全部的移动距离吗？没问题，你朝着他不停的往外跑，拉开了距离。这拉开的距离之下，就像是来到外围，而这外围难道就是那时的沙暴再度的席卷了你和他？我想要你帮我甩个 dexterity saving throw。你努力的尝试要站稳你的步伐，但是这激烈的沙暴。你和他分开，松开了他的手，因为看着他错的东看西看，他大喊着 Sora 不停地叫你的名字，你尝试靠近他，但是沙暴也应该遮蔽了你们俩的视线，因为看着周遭，听到那咚咚咚的怒吼的声音，帮我甩个这个的话，帮我甩个 concentration saving throw。
没问题，你尝试的努力的站稳着你的身子，尝试的找寻着他的身影，你感觉到你听到了脚下发出了咔啦咔啦的响，那是碎裂碎片般的声响，而随后你听到了一声大声的是罗宾的声音，他好像似乎你听到这个叫声不是惨叫，而是像是惊呼，像是开心的惊呼。你听到他说着：“老板，是老板，老板你在这吗？老板，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而且我还带了一个，在附近，他在附近，他名字叫 Sora， 快来救我们！”他不停的像这样子喊着，而也听到那快步的脚步声，你要跟上吗？好，我尝试跟上。好，帮我踩个 Dex。Dex。就像是伴随着这个音效，这个音，这个声音，你感性的就是在这沙尘中寻找的往前奔跑着，但强烈的沙暴缓缓的直接隐蔽了你的视线，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再度被吹起，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哪，你觉得你被卷进了流沙之中，而你听到了那咕咕咕那咚咚咚的声音非常的接近，而也听到了 Robin 似乎在喊着。等一下，索拉在哪里？老板，谢谢你眼镜。索拉在哪里？索拉在哪里？他不停慌张，而这声音离你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而你又再度的陷入了黑暗之中。而你缓缓的再度的睁开了你的眼，你注意到沙暴停了，你轻轻的眨着你的眼，看了一下周遭，这里是一个广大的沙漠。那里什么都没有，而且也看着上头的烈阳轻轻照射着你。你轻轻拍了一下你的脸，你发现到你自己确实的，你手心的温度还存在，而也感觉到说这里啊，刚刚发生的事情都是确实发生的。你甩掉了你身上所沾留的那些沙子。也轻轻地将你的视线看向了前方，那片荒野之中，你看到的是马车离你的距离十分的接近，大约看起来约略，你稍微的看一下30 feet， 非常的接近。你注意到桑德是在马车的前方，双手环着胸，而其他人也不停地正在呼唤着你的名字。回头一看，那位学者 Robin 已经在沙暴之中和你分散，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唯一的你能确定的，你认识他的、遇见他的那一个一开始一个机缘的那破碎的带着链子的圆眼镜在地上，就是像是在看着你，借由着那光芒渐渐的洒下，那镜框所发出光芒像吸引你的目光，你缓缓的捡起这破碎的这个圆框眼镜。你能可以确定的是，这个相遇不是一场梦，这个相遇是真实的。而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还有机会再见到 Robin， 而在这之后张德和其他人还有你又会有什么样的旅途呢？我们这一些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说，我们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吧。辛苦啦，辛苦了。哇，天啊，这沙漠地带完全对他来讲是超级大劣势啊。哎呀，各种烂甩。那最后那一下真的没死就真的是太好了哦。哎呀，